赏花。你很喜欢这个花是不是？对。来介绍一下。它的形状是喇叭形，很漂亮。我喜欢红色。啊哈。那你什么时候开花呢？接近春季的时候。哦，好。那你会常常来这边开花吗？开花时。有的时候。对，开花只会来欣赏吗？会。好。OK， 好，好像是我之前。2、3，跳。耶！送这个红花花铃木票。对，在我们学校的西侧行同学步道种了十余棵的红花凤梨木，然后在每当岁末树叶落尽的时候，作为华丽的转身，绽放红色的花朵，然后在。等到花朵落尽的时候，就会有果实的开有果实，然后果实就会绽开对不对？可是每次如果开花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人来，因为它很漂亮，都会来拍照。那它有什么颜色？它有红色跟黄色这种，但红色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就是每次它开花的时候都会很漂亮，之前春季都还没开花的时候都是枯叶，很不漂亮，但是以后接近春季的时候，它开花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漂亮。好，还有谁？这是什么花？红花凤梨木。啊，听说你很喜欢这个花是不是？对。来介绍一下。那你什么时候开花呢？接近春季的时候。哦，那你会常常来这边开花吗？开花时的时候。对，开花时会来欣赏吗？会。啊。哇。等一下哦。每次如果开花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人来，因为很漂亮，都会来拍照。那它有什么颜色？它有红色跟黄色这种，但红色也是我最喜欢的。